各位評判、嘉賓、老師、同學，大家好，我們是來自馬里諾神父教會學校，今天我們會分享一些我們在校園建設上所發生的事情。首先，我們學校的全名是 Mary North Public School， 是香港第一間的男女津貼中學，這個是我們在 Minecraft 上面建設的學校。在時間線上可以看到我們學校呢是建設在1957年的9月26號，是和小學部一起創立的。而今年正正是我們學校的66周年，而小學部則是在2003年的11月成功申請新校舍，現在桃園街的小學部校舍就供中學部發展。而在這張照片左邊是我們創校校監賴神父，右邊是創校校長唐夫人。在今次的比賽裏面，我們將學校1:1地建造出來，我們都整了很大部分的設施，例如課室、電腦室、圖書館、操場和禮堂。當然，我們在建造學校上面都遇到不少的困難，因為時間和團隊兩方面。首先，由於今次的比賽時間是在暑假期間進行，我們都有自己的事業要做，加上疫情解放，家人要求我們參加不同的課外活動，所以在時間方面就會比較緊迫。當然，同中資助會有團隊合作方面，由於我們一開始未能做到一個很有效的溝通，損失了很多無謂的時間，我們後面就定制了一個時間計劃，在暑假期間就會定期回到學校一起去構思如何建設個學校。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各自要負責建設的設施，好好充分時間，我們個學校就會更好。而經過這個比賽，我們也都學到不少關於 marketing 的事情，例如如何使用這些 GM， 不同種類的方法， marketing 的特性等等的。所以我們都十分多謝這個比賽，令我們可以知道這個 Markup 軟件不單止是用簡單，而是可以起的起到不同的東西出來的。我們也都不再只是看別人怎樣去起東西，怎樣去做其他東西，就不是紙上談兵，而是實際地操作。而我們在這次比賽中呢，也都學到團隊精神的合作，這件事是我們終身受用的。所以在這裡我們會衷心感謝學校給予機會，若有下次的話，一定會參加下一次的比賽。今天的分享就是這麼多，多謝大家。